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，多谢上神呐！前日你离开，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。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，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？墨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 就没有梦到若水河一战了。墨渊要醒了，是吗？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。如今。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，你也不寂寞。太子殿下，淑妃娘娘，好巧啊！巧什么巧？要是被父皇看到了，你我脑袋就不保了。小强子，小强子。 就此废了吧。